能够终身拥有这个称号的。莱克斯，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好运，除了第一代史莱克七怪，就是我们了。老夫就不再和你们抢地盘了。有强烈的精神力挤压着我。以后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玄子，不可能！小雅他，本届大赛之星还有意外收获，你让我滚出来！